其实我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，真是皇上赐我的好妻子。我们有夫妻之名，但不能有夫妻之实。有意思。 程旭将军，纳兰夫人，李成，你们都先下去吧。这是为何？不瞒常言，其实我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。真是皇上赐我的好妻子。 是谁借给你的胆子，敢这么羞辱常福？常爷无非有两种选择：一，向皇上和皇后告发我，让我受到违抗圣旨的惩罚；但此事关乎皇家的颜面，常爷这么做，对常家没有一点好处。二，常爷若是硬要了我，以我睚眦必报的性格，定会在皇后娘娘面前诬告你，让你常福终日不得安宁。 常爷，我们有夫妻之名，但不能有夫妻之实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喝下此酒后，一言既出，金玉不改。 长白山进贡的白蜜，是上好的白蜜，你却嫌不中用，非要那北京山里的红蜜。这山里的红蜜啊，是只采山里红这一种花酿成蜜。山里红可是个好东西，能够健胃消食，而且还受气。咱们皇上最近有点积食，胃口也不太好，但只要往菜上搁上这么一滴红蜜，就药食兼备。哦。 景贤哥哥，皇后的义母原来是许配给了常旭将军，后来听说他们夫妻关系不和，将军又战死沙场了，如今回来是照顾皇后的起居，听说不是个好相与的主啊。大胆！哥哥乃金枝玉叶，哪是你这个狂妄之徒能调的？我告诉你。 这可是皇上御膳所需的食材，你要是弄翻了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下官知错了，叨扰了金枝玉叶，还望哥哥恕罪。罢了，走吧。 咱们刚才分明已经转身避让，并非有意啊。 为什么不跟他们理论清楚呢？ 参见皇额娘，贤儿，快起来坐下，来尝尝这冰果子。
皇额娘，虽说这眼瞅着入夏了，一天比一天热，可贪凉伤胃，这冰还是少吃为好。还没入府，这宫里热得就跟蒸笼一样，本宫的身子实在是燥得很。贤儿也是为了皇额娘的身子着想，那明早我亲自去御膳房为皇额娘做一道消暑佳品做早膳，怎么样？好，那我就不吃这冰了，明日期待你的早膳。是。你这个酥肉啊，果然是肉如其名，就像那个苏州小调一样，那么酥烂，那么绵软，吃起来呢又糯又香。再尝尝。香浓可口，舌头回甘，这是因为加了那个山里红蜜的缘故吧。哎，吃起来真是有一股子山里红的甜香。嗯，闻见什么味儿了吗？御膳房走水了，御膳房走水了，来人呐，快快点，总管，总管，春秀，春秀，哎，快，先把这边火扑灭，快，好。仓库，来了！总管，总管，危险！总管，来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小德子，小德子！来了！快救人！总管。轻点，轻点，快！来，慢点。来，小德子，小德子，你醒醒！小德子啊！东关，你受伤了！快去叫太医，叫太医！东关，对面再来两个人，对面来了！小德子，你醒醒啊，醒醒啊，小德子！忍着点，头有点痛。哥哥，皇后的消暑早饭怎么办啊？要是拿不出来，会不会算欺君之罪？什么早膳？都怪你，我们格格本来都和皇后说好了，要给她做一份消暑早膳的，可是现在连薄荷叶都烧没了。小吕，这有何难？哥哥，这碗冰镇莲子百合粥，可
可以代替消暑早膳，赶紧给皇后送过去吧。郑东官，我格格，还是赶紧给皇后送过去吧。